好，我是吴千语，我在《赏金猎人》扮演的角色叫 Swan， 我在戏里面饰演一个电脑高手，然后戏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特别的武器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。嗰个唔掹得噶，啊，唔好掂，做咩啊？炸弹啊！炸弹，我帮你，锤啊！是第一次跟韩国团队合作，感觉他们就是工作起来非常认真，然后花了很多心思在拍摄的地点，他们动作戏也有找也有做那种动画，然后也有预先先排好了，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跟住我又再 check 下，而家喺曼谷叫西浦安嘅人有24个。这部电影感觉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，比较轻快，然后有一点喜剧，然后又有动作，也可以看到一个 teamwork 的精神在这个电影里面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《赏金猎人》这个电影。